给我们这么纯粹的感动，对呀、啊，而且他们眼神交流好棒，我那胖九唱一唱都会看着爸爸一下，然后待会来唱。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个团体好像是真的是为爸爸圆梦的。OK， 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瓜哥哥。如果很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可以按这里按个订阅，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，还有影片都可以看这里哦。